今天，深圳至江门铁路珠江口隧道盾构掘进抵达海底106米，创国内盾构水下掘进最深纪录。深江铁路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中心，正线长116.12公里。开通后，深圳前海自贸片区与广州南沙自贸片区将实现半小时高铁互联互通。